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亮子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，如何计算到质押的每日收益。很多还没有参与过质押的小伙伴都会好奇一件事情，如何才能知道参与到质押的每日收益呢？如果我质押了10000个，每天能收获几个到的呢？收益是否能像余额宝一样每日到账呢？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计算每日到的收益。在波卡的官网中会有很多波卡网络的实时数据的展示，比如全网到的总量是多少，有多少是参与的质押，基本现在的质押率维持在64%左右，也就能通过这个数据计算出当日全网有多少到的是可流通的状态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return， 表示的是每日的年化收益率。那现在能看到的年化收益率是13.9%，基本上这个数值会保持在13到15之间浮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用10000个 DOT 参与质押，那么一年的时间能够大概收益1390个 DOT。那么当日收益会是多少个 DOT 呢？你只需要计算出当天的年化收益数量除以365天，就能简单的计算出来当日每质押10000个 DOT 会有多少个新的 DOT 到账啦。这里是一个计算公式，也就是用10000乘以13.9%，再除以365天，那约等于3.8个 DOT， 这就是每日收益的数据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去自己的 DOT 账户计算一下自己手里的 DOT 每天都能有多少收益啦。温馨提示，这个网址可以很方便的实时查看到波卡网络的一些重要数据，包括每日转账金额、每日的交易数量、活跃账号以及新增账号，一个月周期内的解除质押计划以及每日的质押的数量，所以你可以经常查看这个网址，就很方便的可以了解到你想知道的数据啦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那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，关注我们，了解波卡多一点。